谢谢大家。从微微笑很倾城中的肖奈到特战荣耀中的烟波月，再次回到这个舞台，觉得很亲切，然后很感谢品质盛典颁给我的这个荣誉，在这里谢谢品质盛典。然后作为演员呢，其实也希望之后有更多的角色能够带给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杨洋呢，上一次来到我们的品质盛典是在6年前，当年获得了年度的人气巨星啊。你还记得当时在这个盛典上说了什么吗？来，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大屏幕啊，我们来看看当年这个杨洋说了些什么。那我曾经是一名军人的，我希望演一些比较硬汉一点的角色。对。啊，果然要祝贺杨洋梦想成真。我看出来了，是不是咱们这个但凡在品质盛典上说过的愿望都能实现？要不今天再问一下杨洋，在这里再许一个愿，还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？我们看看什么时候实现。说实话，现在不怎么敢立 flag 了，因为想尝试角色实在是太多了，然后也希望有之后更好的角色给大家带来惊喜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杨洋。来，我想问一下李雪琴啊，你能不能在这个今天这个盛典的舞台上给自己立一个 flag？ 如果将来